尸体的口鼻内干干净净，没有吸入烟尘，应该是先被勒死，再遭焚烧了。被色狼啃食是什么滋味？我也让你尝尝。京城若是人，这便就是他一块独闯暗流。侯大的觉醒了，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只有尝到死的滋味，才知生为何物。难道凶犯要用尸体造出六圣血的形象？是个邪物，只要轻轻敲击就会发出非常刺耳的嗡鸣声。